起来，拿到了枪线，索尔这边有枪了，换个弹夹，主动拉出，这边散路子放倒了楠楠，暴龙哥放倒了周品言，明明是成功反击掉了一个，目前二换一的一个情况，人被补掉了一个。这一波打大骂的跳伞重心全都放在了连体房的二楼。意识到了啊，海伦已经绕过来了。啊，哎，有没有听到呢？听到了，发现了，漂亮！哎、就一个、哎，他就一个，抬走下一位，不收挂号费，再来。还明明哥啊，直接拉到近点，要把人给补掉，有点凶。那如果说这样拉过来的话，感觉还是想打，就是他们有一些要打的念头了。手雷找一下位置，他的观点，这颗珠枪手雷，枪线全部都有所收获。哇塞，美咖，裂开了！果然啊，这个队伍打攻方还是很有经验的。你看看，对吧？这防守可能真的不咋地，但是这个进攻是真的厉害。他打了歼击，银河战舰歼击。哎，但这波的话实际是一个分彩啊，二分彩。我怎么看到 V 级下来有一个人切了一把左轮，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是那个滚轮滑了一下，但问题又不大，已经来了近点一喷，先放倒了一个，再看到一个侧线上，哎呀，嗯，这个动作有点像，不知道是。这边看到，看到了，看到，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现在看到了。对，打一个。再打第二个小鬼，哎，被杀了，还有一个拉回来，血量足够支撑这一波。OK， 一梭打到底，速九又打了一个，剩最后一个了。Gomp 在这个二层楼里面楼梯拐角的位置做一个防守，等我用投注的话，应该是很轻松解决了。这个圈边硬打，黑门杀。对手跳了出去，再拉门口，这拉枪拉回来，小鬼一穿三，牛啊！看到没？那波拉枪，这个拉枪都能拉回来的，太帅了呀！对手看 rip， 哎，这是现任大哥啊 ，Innonix 疯狂的拿分啊，找拿分机来了。这个位置航员先落地打了一个，但小灰灰已经被补了，原点有 USG 的人，是的，两个人过点被原点抽了，还是 USG 的枪线啊，记得上一次应该是打这个防区龙宗泉和伪神的一波双人配合打得很凶，嗯，推门关门是吧，对，不是架了呀，对，是的，哎，哦，Innovis 又出手搞分了，这场拿两分了，把 ID 遮住跟 Q 一样，盯着点，我待一待，再等后面再说。皇上这边的一个速度可以待一下，这波要接天路的车，抽下来一个，这波过点，哎呀，实在是进不来，这天路已经是一个被天路有丝毫的机会啊，在圈边把天路给解决了。天路想要拉厕所，再往南部去拉一拉，拉到林叔那边的反坡反控这个闪，但没过去，前把人太多了。哎，正面巨幅的防守，打了吧，连倒两人，五弟弟完成了一穿二。首尔跟暴龙两个顶在前点的全部都倒了，横二歪侧面那个补枪打了吧被团灭，速度很快，巨幅效率很高。从整个上去角来看，他这次完全弱者。让小鬼，对小鬼混到地下室这个很重要，打了小绿一个措手不及。好，龙宗泉的一颗雷是炸倒了17兽，侧面的小海要过来补位，再把人补掉再绕回来，旁边有人在抽，又是 Innonix， 怎么还活着，他换了三个点，三个点都在，都可以拿分，他不止活了，活着还拿四个淘汰，还能拿排名分。我巨幅忍不住了，巨幅来劝了，不要不要深入进去，深入进去会被卷进去的。哦 ，FTY 也来了，直接开车撞击了这个红楼。好，这边的话，厕所是藏了一个的，给了闪之后直接拉进去，把人给收割掉啊，非常细节。走枪了，位置锁定。就在车后啊，这波龙斯哥人出手把最后一人也是直接带走。啊，控边控的好啊！这一场比赛，天霸和 FTY。
那下一步 FTI 把 New IP 的信息处理掉，然后再看这个矿山上能不能 K 一些分数。GX 直接发起进攻，马龙被锁在了厕所内，出也出不来。火烧大量的火势蔓延啊，直接把这边给处理掉了。被卡死了，别出问题。嗯，雷也挺多的。对。枪线致使 4M 进攻的角度会比较单一。就是一颗雷炸到了小海，现在只剩下了龙冬拳，怎还能扶？不给机会了，节目过来，抛闪打主动进攻，预判下天枪过来。再来一个腰闪，直接冲进去。哇，位置被锁死了，真没操作空间。拉回去，这波巨幅处理很快，很决绝。是的，保持了三人编制，还能有继续推进的空间。另外一次我看到 Perro 和 GX 这一次应该能守住啊，位置上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空吗？跟关卡一样，这对于他们来讲是最好的。如果能打空的话，他一个人已经开摸了。啊、嗯，但远点。啊！子弹数量感觉不太够哎，那左右两边全是人，感觉有点雨露均沾了。嗯。一个雷炸到了米，又是马云龙。那这一波的话 Perro 可以保个满编出来，东边这个山头上面已经是打完了。哎呀，我感觉这场 USG 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基本上是会逐步蚕食的一个状态了。天霸和 Perro 都腾出手来直接把这个麦田位置给锁住啊，不断的去抽，把所有业务的这个就有个厕所在。哦，零售是拿了 USG 一分啊，两边在比谁拿了 USG 的，还在续烟啊。四打二的决赛圈，哎呦，被防守到了，这顶的有点稍微太靠前了，他想先去踩住，坏了，我想去灌雷了，很难受啊。艾若已经在尝试解局了，又一发 AWM， 把架枪的明给击倒了，而且马哥马也被崔七给击倒了。小崔今天确实枪很烫，今天只剩最后一后面直接野，这前后都是人，没位置跑了，高淘汰时机啊！这把可以提前恭喜。哦、那这样的话，这一分这个侧身听到了，背后有脚步声，人的位置锁定了，直接拉到脸前。对象过来了，博高打低，哎，差一点点啊！好，恭喜天霸在今天第二局当中吃鸡，还行啊！今天开局的两场比赛 PCL 队伍是。